好，这里是东南亚府啊。就在昨天，东南亚府是经历了一次25小时的服务器迁移维护，然后这一次维护，它原定是在晚上8点结束，但是它延迟之后一直到今天的1点多，所以一共维护了25小时。那因为25小时的话，昨天的签到，昨天的马戏团硬币都没法完成，所以他补偿了一些东西，他补偿了今天唱迷药，台风选择券，选择性徽章交换券，然后今天成的迷药，3天抵用券是补偿马车的，300个夜晚马戏团的梦幻币，然后贝贝箱子，而这个是新加坡的那个国庆节里面，来开一下奖励。今天城隍庙，所以我今天是可以去那黎曼了。那徽章用不上，已经满了。3天抵用券算是补偿马车的，让马车用的。贝贝箱子，贝贝箱子，它是有那个3个8个选择蓝扩展券，10个还原器是可以卖到拍卖上的，15护身符3个，成长庙3个，金像成长庙10个，上位经验之权。他这个很慢，这也可以转，但这个没法转。而且它可以扩展仓库。那这个不让奖励，先看到这里。